回到故乡，是这句话的主干。先生，如何回到故乡？回到了什么样的故乡？相隔2000余里，别了20余年，这在语法中叫附加语。 玉才兄，路过，旁听一下。周先生好。同学们好。用了先生的文章做范例，冒犯了。哎，周先生，请坐。同学们。 都坐吧。这一整句的主语是希望，用图解法来看，这篇文章就容易分析多了。偶像，是宾语。这位同学。 夜，一时间觉得我的微躯是一颗小星。夜，一时间觉得我的微躯是一颗小星。萦然万星里随着星流。一会儿又觉得我的心是一张明镜。宇宙的万星在里面灿着。周先生好，李先生好。自古文法为垒土，有根基方能起高台。少熙兄的新竹国语文法与白话推广之路立的是大功，大功。玉才兄，任公今天在师大演讲。 要不，一道去？不去。2年前他就答应要给我做一碗陈皮绿豆粥，2年了，我连绿豆都没见着。哎，我是说好了，下午要去给雨丝送趟稿子，改天我专门去看他。哎呀，这就是任公的不是了。周小。 事儿大，我必须替玉才兄讨个公道。时候不早了，我这就找老梁算账去。周先生，周先生好。先生，您说的希望到底是什么？ 是青春。于我来讲，
也是恐惧，先生，那您的恐惧是什么？若身外的青春倘若消灭，我身中的迟暮也即凋零。 看见什么了？树叶。往远看，是太阳。穿过斑驳的秋夜，阳光落在身上，今日此时，便叫希望。你们若是喜欢《故乡》这一篇。 这么多人啊！你们听得懂吗？你们把我们的位置都占了，我们都没有地方了。怎么，梁任公的演讲，你们读书人听得，我们老百姓就听不得？少奇兄，你来了，我是挤都挤不进去啊！德勤兄，这帮学生，全然不给我面子呀！同学，挤都挤不进去，为何还要待在这儿？不管怎样，我也算来过师大。 听过任公的演讲了，你看。 民众渴望知识，正如汉地渴望甘霖啊！咱们的任务更重了。减省汉字，理清文法之后，得大范围的推行注音，让民众哪怕忘其子，亦可写其音。白话运动方可真有成效。哟，瞧我这脑子，要把这网。 树人会，拼音的推行，非一日之功，更非一人之力，这是半农的主意。除了你我，赵元任、林语堂，都在。好，众人同行，愿为星光。 人生庸碌，吾辈自当惜爱年华，无负今日。
孔坤，睡吧。妈，我想再做一遍作业。咱们不是都休学了吗？别做了。妈，你就让我再做一遍吧。 邓小平同志最近深刻地指出，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共10条，最重要的是第9条，概括地说，就是尊重知识、尊重人才8个字。为了加快人才的培养，中央将在调查研究、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。 专门讨论教育改革问题，并做出三十多年了，都在这儿，都说了，不要熬夜了。今后我们将进一步采取切实的措施。 组织全社会的力量，办好普通教育和各类教育，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和待遇，使教师工作真正成为社会上最受人尊敬、最值得羡慕的职业之一。别忘了拿上这个。啊，带够了吗？放心吧，管够。 齐老，齐老，哦，王校长，齐老，王校长，您瞅瞅，太反了！哎呦，您瞅瞅，这一上午我算是白忙活了。哟，校长啊，您何时来的呀？刚到，我去给您沏壶茶。 哎，不用不用，不麻烦了，啊，我出门不喝茶。您这不是进门了吗？齐老，我自己带着水呢。好好好。
小印颠倒，盖表对主人倾倒之意。高啊，齐老，真高！高，您这房子不高，水压可都大的。哎呦，修好了。嗯，好了。陈师傅，这么多年了，您是分文不取，着墨请笑纳。哟，谢谢齐老。 不客气，那您忙，我先走了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齐老，哎，你说这么多的人找我，求您一幅字，有老板，还有领导，您怎么就不肯写呢？那我问问您哈，如果我不写，他们会不会开着飞机坦克来炸我？<笑>如果是那样，我是必定要写的啊。<笑> 对对对，哎，齐老，啊，齐老，其实今天我来是有件重要的事情，想和您好好的商量。同学们，你们在校期间，我能给你们上的最后一堂专业课，今天讲完了。 数学家拉普拉斯有一句名言：“人的这一生啊，遇到的绝大多数的问题，基本上都是一个概率问题。”那好，你们从北师大毕业之后，从概率学上说，你们大概率会成为一名老师。那么今天，我想跟你们讲的最后一段话，是一个故事。 关于我和我的老师，子宽，想不想读书？想。对，今天读好了书，以后才能去外面的世界好好看看。嗯，王老师，可是我们家。 太多了，还能跟得上吗？子坤啊，记住，只要你抓得紧今天，再远的路，你都能赶上。嗯。就这样，黄老师带我走出了那个小山村，来到了外面更广阔的世界，走到了你们的面前。
但是我这一生无论在哪里，无论在做什么，每每回望，我的身后都有一双眼睛在看着我，那就是我的老师。30多年了，我们一直保持着书信的联系。但是就在昨天啊，我突然接到了一个噩耗，黄老师他离世了。我拥有他写给我的这么多信，但是我却没能拿到一张他的照片。这是我今生的遗憾。同学们，师者是什么？耕耘在今日，收获却在未来。老师是用一个生命点燃另外一个生命的人啊。我记着黄老师跟我讲过，抓紧今天，所有的未来都有可能。你们即将毕业，你们的路很长很远，但愿也很美。如果你们想要这一生不辜负你们的母校，不辜负你们的青春，请你们一定要记住四个字：无负今日。谢谢你们。谢谢。哎呀，哎呦，校长，诸位长者大家，你们都先到齐了。王校长，曹老师你好，你好，实在不好意思，让你们等我啊。齐老，齐老，齐老，您坐好啊。中了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七君子，不是六个人啊。校长，啊，什么事儿啊？待会儿我有堂讲座，不能让学生们等我啊。中了。这位先生，我真的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跟大家商量一下。咱们国家现在尊师重教啊，越来越落到实处了。咱们的教师队伍已经接近了900万人，但是到现在为止依然没有自己的节日。前段时间呢，我跟北京晚报的记者写过一封信，我倡议开展这个尊师重教月，设定我们自己的节日。所以今天把诸位老先生请过来，就是想我们北师大能不能先行一步，替我们的同行教师们发发声，搞一个联名倡议活动，大家觉着怎么样？
校长，黄老师，各行各业这么多人，我们本来就是老师，要倡议单独为教师设立节日，这合适吗？哎，校长啊，我一辈子跟数字打交道啊，谨慎惯了，我觉得这个事儿啊也应该慎重。尊师重教历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，这有什么不可倡议的呢？啊，齐老啊，我没说不同意，大家这不在商量吗？是，我倒觉得这倡议还真不是为了我们自己。钟老，不为我们，为谁呢？这里头黄姬最年轻吧，也63了。是啊，我这个老头子81了。当年李锦熙先生请我来北师大，这一转眼啊35年了。这些个讲台啊都是留给年轻教师的，校长的心思我读得懂。这份倡议虽然是今天发出的，但是着眼的是将来，是年轻的教师。鲁迅先生的一句话你们还记得吗？您说的是哪一句呀？建筑了闸门，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，从此幸福的度日，合理的做人。钟老，您坐，您坐。校长，今天的这个茶可是真香啊。这是我家乡带来的茶叶，平时我也舍不得喝，今天请诸位先生好好的品尝一下。好茶，谢谢谢谢。我明白了，我们真不是为了自己，是为了推崇尊师重教的风气，为了国家的未来。是朱老师，啊，你还没发言呢。哎呀，我呀，坎坷的日子经历了不少，多年以后呢，才被平反。那段岁月啊，真的是不能再回去了。我同意联名倡议。好，好，这是倡议书，请各位过目。中了，这还有什么好商量的呀？签，签，签！诸位老先生，我要代表咱们全中国900万的教师，感谢大家。钟老，您是前辈，您先来。对对对，您来您来。那我就当仁不让了。行了行了行了。
1992年大概是春节以后，过了春节以后开始写，然后就是睡一个午觉醒来，出现了《活着》这个书名，哇，觉得这个书名很好，感觉来了，就开始写了。当时我住在一个8平方米的一个平房，在那个北京的那个五棵松和玉泉路之间的那个地方，嗯，解放前写得很顺利，我记得大概不到一个月，写了有3-4万字吧。这对我这样的一个写作速度很慢的人来说，已经是超水平发挥了。所以我活着解放前一写完以后，解放后卡住了，不知道该怎么写。其实一直想写这样的一部小说，是因为一直想写一个中国人和他命运之间的关系，因为20世纪的中国人的命运很值得去写。也就是中午睡了个午觉醒来以后，有了活着这个书名以后，我突然发现这个小说可以写了。因为像这样的一个小说，活着这样的一个小说，其实我是跟着福贵的命运走的。我之前没有想得很清晰，因为我在写长篇的时候，我不希望那个想得很清晰。想得很清晰，你缺少一种意外的惊喜。就写作还是希望有一种意外的惊喜。我希望命运能够给我很多很多的东西。我是一个比较那个贪婪的人，怎么希望那个命运给我一些更多的恩赐。所以我就解放前那个写完以后，其实我已经不知道解放后怎么写了，因为我之前的精力全部在放在解放前，然后那个时候我要回那个浙江了，所以我就又回去了。就是有一天很有意思，就是把解放后的那个段落里面的前面的第一段话写完了，写完以后我所有东西就喷涌而来。有时候其实写作它其实就是一个水龙头一样的，摸到那个开关的方式其实很简单，就是你不断的写，就是写这一段不对，再换一段，再换一段，开关肯定会被你摸到的。我在一边拔牙的时候，一边开始写小说。那个时候是80年代初，南方很冷，冬天很冷，夏天很热。冬天的时候，我印象很深的时候，就是我那个右手在那写作的时候，左手因为右手不在那动，左手是冰凉的，右手是滚烫的。这是活人的手，那是死人的手，你知道吗？就这样写，就冬天。然后到了夏天呢，又非常非常的热。而且蚊子有很多，因为我在一个海盐，就是嘉兴下面一个县里面的时候，我是晚上怎么写作呢？因为白天还得拔牙嘛，所以只有晚上写作嘛。我是穿着很厚的牛仔裤，因为蚊子咬我的时候要突破那个牛仔裤的很厚的布料什么，下面穿着一个很高的雨鞋，但是身上是光着的，后背拿一个电扇吹着，小电扇，那是我父亲淘汰下来的。一个小电扇吹着我的后背，把那个蚊子不让它袭击我的后背。然后呢，我这个左手是绑了一条干的毛巾，要不稿纸湿了，我得重新写，你知道吗？右手这么写，就这样，终于写把我自己送进了北师大啊。就活着这个词汇的力量，它是。不是一种进攻型的，它是一种忍受。怯懦其实是人的一种美德。为什么？只有善良的人他才有恐惧，他才会怯懦。其实这是人的一种美德，就是人有恐惧，有怯懦，有那种这样那样的，就是我们现在看起来好像未必是一种好的一种，其实它是一种我们的人类能够生存下来的一种最重要的一种，是我们的一种好的一个基因。人要有恐惧感，要有敬畏感，要有那个怯懦感，需要有这样的东西。因为我刚开始写这个小说的时候啊，是用第三人称的，但是怎么写都不顺利，后来写不下去，后来我就把它改成了那个第一人称，就让福贵自己来讲自己的故事，哇，很快就写完了。当时我没有意识到这个改变带来了什么，当时我仅仅只是意识到这个改变是一种技巧的选择，从那个第三人称变成第一人称，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变成了一个自我的角度，这样的一个改变。但是过了一些年以后，我就开始发现不是，其实它在某种程度也是一种人生态度的改变。那您刚才提到的这样一个视角的转变，对您之后的写作，或者是对您之后看这个世界，然后与这个世界去建立联系，有没有什么样的转变呢？我在活着之前的那些作品中，我觉得我就是
我笔下人物的一个主宰者，他们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怎么样。所以我的很多作品中，就早期的那些中短篇小说里面，作品中人物基本上都像符号一样的，我认为他们不需要有生命，活着之后我已经懂得如何尊重我笔下的人物，我觉得他们很重要，而且他们人物他们是有自己的生命的，尤其像活着那个写完以后，我跟福贵伴随了大概有一年左右，我突然发现他有他的那个人生观，他有他的价值观，有些地方跟我是吻合的，有些地方跟我是不一样的。以前我们一直认为就是现实生活中有什么人对我们影响，父母、老师、同学、朋友们，是吗？都会对自己产生影响，还有你阅读、你学习都会产生影响。但是后来我发现，写作也会产生影响，就你自己笔下写下的人物，反过来他会影响你的人生观，影响你的世界观。这是那个活着给我带来的一个启发。因为我们能够触摸到的，我们能够听到的，能够看到的，能够闻到的，就是现在，甚至我们哪怕在梦境也是现在的，就是只有现在我们才能够抓住它的。但是问题是现在的价值在哪里，就在于它有过去，还有它有将来。但是假如我们那个现在，我们此刻生活的现在没有过去和将来的话，这个现在是很单薄的，是没有价值的，它就像无根之水一样，而且也不知道去什么，不知道流到什么地方去。可能还是活着这个书名，因为这个书名我至今为止是我最喜爱的书名，我认为我所有的小说里面书名最好的就是活着，是吧？那而且这个书名很吉利。曾经有人问我是活着为什么那么受欢迎，我说书名好啊。所以我后来在那个韩文版的那个自序里边，我曾经写过，我说我活着是汉语里边最有力量的词汇之一，它的力量不是来自于喊叫，也不是来自于进攻，而是忍受，就忍受活着给你带来的一切。一个作家他只有在一个特定的时间下才能够写下某一部作品，换了一个时间他写不出这样的作品。只有我在32岁的时候，我才是属于活着这本书的。当我到了35岁的时候，我属于许三观卖血记了。现在我都不属于他们两个了。所以你们在今后的那个写作中，不同时期会遇到不同的困难。当你们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就意味着什么呢？就意味着你们要进步了。记住这一点。当你们自己在写作的过程中，你们觉得一帆风顺而没有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其实你们可能是在原地踏步。所以不要害怕困难，越遇到困难就意味着命运在向你招手了，让你们走向一个更好的地方，更高的境界。请问您在看什么呀？刚才一个小猫咪，你来把它吓跑了。不好意思，老师。没事没事没事。刚刚那只猫跟你有什么渊源吗？因为这个猫长得很像我童年时期我们家养的一只猫。这话也60多年前了。当时我们家有一只猫是刚生了3个小猫，它偷邻居家的小鸡吃。被邻居的老大娘找上门来，我们就把这老猫装到一个麻袋里边，弄到这个交河农场去淄博的一个拖拉机上。淄博？淄博离我们高明有200多公里。就到了一个夏天，外边是下雷阵雨，电闪雷鸣，忽然听到这只3只小猫啊、兴奋的大叫啊，我这个赶快一看，发现这只老猫回来了。老猫遍体鳞伤，尾巴瘸了半截，天哪，爪子上沾着这么大的泥团子，当时我就很吃惊啊，因为我想这个猫是靠什么
回到了故乡。当然有一只猫妈妈对三只小猫的这种牵挂，我想是它最大的力量，是猫的母爱。所以我经常会坐到这个牡丹园里面看这只小猫。哎，老师，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呀？你回头看一下，这是启功教授的写书法用的一个镇纸，小铜驼。这个小铜驼，启功先生把玩摩挲了几十年，据说是很有灵气了。后来他这个仙逝之后啊，他的弟子们就把这个小铜驼拿去高仿复制了大概几百个吧。现在我也经常拿着把玩，因为我也热爱书法。当我坐在启功先生的塑像前，手里把玩了他曾经把玩过的这个小铜驼的时候，就感觉到跟他老先生有一种精神上的交流。中国的这种文化传承啊，实际上是依靠了很多小物件作为一个由头的。骆驼嘛，大家也知道，也是一种精神象征了，忍辱负重，耐得住干渴，耐得住疲劳，无论外面是多么样的艰苦的环境，它都会一直坚韧不拔地往前走。骆驼精神跟我们这个学者的这种治学精神也是一脉相通的。我去上课了，等一下哈。好，再见，谢谢再见。老师，啊、您能帮我签个名吗？好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好。行吗？老师，我只有这个了。啊。活着，余华作品。余华是我在师大研究生班时期的同学，而且是同宿舍的啊。前不久余华说过一句话，活着等于什么？等于生死疲劳。生死疲劳是我的作品啊。我也说生死疲劳是什么呀？活着。孙老师，您怎么在这儿？小范，你是去上课啊？东操场有场青年节的演讲，想去看看。我正好也要去，跟我一起走吧。好。你看这西园多美啊。哎，我帮你拍张照片。好，来看我。老师，您特别喜欢摄影吗？也不算吧，但每年春色最烂漫的时候，我一定会带着他来到学校。像你们这样的年轻孩子，来了又离开了，冬去春来，年复一年，这就组成了大学时代。而这个校园呢，会一直这样宁静着，微笑着，迎来送往。每年这个时候，我会觉得自己突然好像也绽放了。你知道什么是青春吗？青春啊，是此刻的欢欣自如，是体验未知的茫然和兴奋，是勇敢的奔走，也是生长着的无拘无束的希望。留着这张照片，等到十年二十年之后，你就能够记得今天的样子。同学们，你们在这片无数先贤奋斗过的土地上孜孜求道，你们是幸运的，更是肩负重任的。100年前，我们的校董梁启超先生曾经
送给北师大学生一语：昨日已去，逝者如斯，明日未至，前景何至？唯今日若在诸君手中，犹应呵护之，珍爱之，记挂之，嘉予之。今日者，当下也，此刻也。今日者，居于宇宙时空之中，此中者，非庸庸碌碌，不进不退之中，实乃承上启下，继往开来之中，用昨日之经验传承孕育，方有今日，有今日明日。今日者，当以昨日之旧我，建设明日之新我，为笃行，为耕耘，为进步也。一切事业皆自今日始，一切学问皆从今日做，一切发想皆于今日起，一切志向皆在今日立。今日则明日宏阔，今日运聚则明日丰沛，今日努力则明日可成，今日有为则明日可期。无今日之捐滴，则无将来之汪洋；无今日之策业，则无将来之典章；无今日之堡垒，则无将来之繁华。无今日之土石，则无将来之重扎。识今日之有限，追将来之无穷。识今日之白驹，与将来之腾龙。毁今日之小我，成将来之大功。今日之重，庇佑泰山，万人登临，踊跃期盼。一寸一进，一步一前，危在其势，莫为烽烟。今日之美，庇佑阳春，